八月三日，马来西亚佛教慈济喜圣中心即将欢庆20周年。为此，中心即将展开为期1个月、以一念心、爱延续为主题的静态展，与慈济志工及社会民众见证20年来成就喜圣中心的每一个珍贵时刻和付出身影。喜圣中心全体同仁、护理师及志工总动员，为了展现最好的成果，大家用心把每一个细节做好。那其实这次静态展要投入的很多的人力跟时间啊，那其实就很感恩的，就是我们全体喜圣中心的伙伴们，大家都是同心协力，一起为这次的静态展而去努力的。从静态展内容概念、照片筛选及编辑等前置作业，团队认真看待，更有同仁利用巧思，将回收资源再利用。走过20年，慈济喜圣中心的成立，汇聚着许多人的爱心，期待未来1个月的展示能跟更多民众结一份好缘。带新闻马来西亚槟城魏丽柔、朱凯琳、陈敏采访报道。